听说这个月搬家，听说你们这个月搬家了，出租车，下雨天我坐出租车上学，从院，电影院，从你家怎么去电影院？先然后船路，我先坐船，然后坐300路公共汽车去电影院。路上间时间约大约，路上多长时间？大约45分钟。就对。对面地铁站就在我家对面。